大家好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ACS Family。 我们现在在宜兰哦，我的对面就是宜兰车站，然后呢它的旁边有吉米广场。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叫做丢丢当森林，这里也有一些简单的布置哦，我们可以到处看看，来拍个照。在哪里？我就在这里。火车怎么长在上面？车的男孩与女孩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原来这一站叫做清新站，是吗？往这边通往健康，往那边通往美满。这一站是终点还是另一个起点？快点把你的行李拿下来啊！不要。拜拜。我们何时还会再相见呢？怎么可以这样狠心的把我们的手推下？你是我的，不能跟别人走。我要自己走，我自己要走，不要拦我。爱乱跑，跌倒了吧？你看，要擦药药啦。这里路不平哦，小朋友来这边真的不要乱跑。注意安全。哈哈，你还好吗？好了，不痛了。一讲就哭了啦。一讲就悲伤。不要过度安慰，一下就好了。这就是幸灾乐祸的姐姐，她一脸开心的在旁边玩，强烈对比。一讲又哭了，不讲了。芝宝，刚刚弟弟怎么了？受伤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走楼梯就会受伤？不知道啊，要小心，对不对？我刚才走过，然后跳下来也没事啊。骄傲。因为我踩上去那个楼梯，然后弟弟有跌倒，我都没跌倒哎。好了，你比较大，你下次可以保护他，好好扶着他走嘛，好不好？
有经过宜兰市区的人可以走过来散步看一下，然后拍照哦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， 给我们的频道按下订阅、赞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喽！谢谢大家，拜拜。